提到王石的大名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万科创始人一把手，虽然已经淡出圈子，但影响力犹在。此外，王石与现任妻子田馥郁恋情也是一大闪光点，之所以备受关注，只因万大以及岁数差距。王石出生于1951年，其妻子田馥郁出生于1981年，两个人足足相差30岁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看好，纷纷评论男方看中女方漂亮，女方看中男方有钱。王石很开心，田朴俊也微笑示人。很多人说与田朴俊一起后，王石显得年轻了。王石与田朴俊的恋情曝光于2012年，当时两人坐飞机，一个看上去白发苍苍，一个苗条示人。很多人都惊讶，你田朴俊那么年轻，他都那么老了，将来你要伺候这个老头，相差30岁，说到底就是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差距。田朴俊可不这样认为，他说王石好比自己儿子一样，与他在一起自己的角色多不胜数，一会秘书，一会助理，一会女友，一会营养师。一会王石与田朴俊曝光时，最近王石在纽约参加一个颁奖典礼，直接称呼田朴俊为老婆，由此可见两人已经结婚。一下子爆出结婚消息，让网友大吃一惊，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两人的消息，再次听见没想到已经走到结婚，于是乎一大群人热议这两位到底图啥呢，相差30岁，如果王石走了田朴俊怎么办，